海角，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这浓，这浓度一下我们就没了。用哪话？爷爷都拿上来了。快刷，快我语气不取笑，让我去。开龙啊！啊！快跑！嗯，你们咋样了？我也很惨吧，你会吃饭吗？饭牛逼！哎呀，你怎么回事？欢迎新伙伴。不知道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坐啊！栀子花，白花瓣。一刀半血。哎，后羿，保证不打你，保证不打你。想起当天的星光，哇，那时候的爱情。哇，你不要回来可以，我看后羿，我保证不打你。哇哇哇，要一波啊，保证不打你，快跑，打完你我就走，我就杀个后羿，我就杀个后羿。我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还是这个，这个是故意的。阿Q，哇，他离开期我也很无奈啊。哇，他这要被骂死了。这叫诸葛亮，没有乱打野，打了百分之42%。你被叉哥输了吗？谢谢木木沙元送的爱你哦，谢谢。你都如何回答我？就全能中单，哎，就没有我不会的。对，那我们下一场打对啊，我七个头全都后羿了。我七个头全都后羿了。鸟叔的歌好听，再听鸟叔的。超哥输了吗？不是，你是凉了吗？对。四饼叉飘啊！你少来！好快啊，重做了。放假了。啊，就是你少来！我一个人秒杀对面多少人？好吧。休息十分钟，吃菜了。尖叫声。对面一个战友。我看一下，水晶一滴血翻盘，水晶一滴血翻盘 ，OMG，OMG 牛逼，水晶一滴血翻盘，再来把诸葛亮好不好？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啊，我昨天都唱过了，我昨天唱过了。我昨天已经唱过了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我昨天唱过了啊。你要玩吗？可以给我花木兰。太脆了，太脆了，这把不能遮不住。为什么？为什么听着更好说？哎，今天跟昨天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讲，
他把你妈脆的跟纸一样，我们这边。哦。不要下雨，真要下雨，反正玩个肉的。今天昨天没啥区别、啊，今天。几个谁打野？谁打野？几个谁打野？我跟你说，需要你去送的时候，我希望你勇敢一点。好，现在这首勇敢一点送给你。前一个老师是打野吗？嗯。啊、老帅打野吗？不可能啊，老帅是打亚运会的。老帅以前打边的呀。对。老帅，今天老帅打吗？对对对，三连都没啥那个特别的。今天打野发挥感觉有点。我跟你讲，一会儿我输了我就放这首歌。这个老哪里会帅了？听见我这歌声了没有、嗯嗯嗯、这把要输了我就放这个我 BGM 都已经想好了过来过来来来来我这边我干你换首歌换首歌要不要这样啊你们哪个我干我干这是首凉凉的歌是没错的我来了我来了但是你敢上去卖吗你就一直说什么话可不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唱什么唱什么我可能被发现了唱不来今天打给黄大仙黄大仙打呀我可不可以来了吗可不可以打嘛？可不可以打嘛？可是很难听啊，难听啊！可不可以打嘛？啊，动他呀！难听啊！就动他！舔他舔他，弟弟舔他，弟弟舔，弟弟舔他。我超喜欢，我感觉这个人唱的，快跑！我你妈！这个人唱的最高能号。一滴铁，一滴铁呢？哎哎哎！谢谢墨迹土的托。哎啊！又是难听。可以，一滴铁呢？不都唱没了吗？在上面我打了两个。哎，这小强，这个人唱的超好听。这小强没了吗？我跟你讲，这一波我已经在上路打了两波中线了，我中塔都快掉掉了。我不会唱，哎，你不是要唱首歌？你不是会唱歌吗？就我，我就我，唱首歌。对，有人问你好，快点，唱首歌。你是个王者荣耀主播，你不是个娱乐主播。我不是娱乐主播，所以我会唱歌，所以我叫你唱歌。你是个技术主播。对啊，我一直在播技术，我这两天。不也是个技术主播？我一直就是你的定位啊，好吧？我你妈，你看看我一眼，你皮。上路是个硬骨头啊，弟弟。谢谢小屁送的抱抱。哎，你跑得过我吗？哎，我与上路没闪了是吗？啊，上到。有机会吗？我怪鼠大了。
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他是有我在，春哥的庇佑，管什么暴躁，有我在。终于有一波钱了，谁帮我那个图帮我那个小肌肉发群里去了？我们谁把我那小肌肉图发群里去了呀？具体是活该。硬骨头太硬了，看哪，我去正面，你去后面推给吧。硬骨头去哪了？我操！我记得流去吗？硬骨头啊，太硬了，太硬了，弟弟。这叫哪有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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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踩我，我操！哪有必要？不错，我觉得有机会反杀。你帮我干死你！我操，说好的，哇，你不是视野吗？我觉得也行，我觉得还有机会，再死一个！多的也就不说了好吧，记不记数自在人心好吧，我也就不多说一些什么东西了，行吧，这一波怎么说，有没有666小礼物刷起来？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我就这么说，这波我无情，这波我无情收割 OK。 中单法上难受，我然后又打起来了，我擦，这真的是，我一不在就要干架，我一在就不干了，是不是？峰哥，这波我的风里雨里操控着，要到43还可以啊。你要说什么东西啊？欢迎，我跟你开直播呢，你别绕，你别绕后，我求你了，你别绕后。我觉得这波这边够难，不要你们不要露血，可以打了吧？可以打了吧？应该。你知道吗？小肌肉给你们看到了，我都想要用闪现跑，没有，我早就看见了，我想要用闪现跑出去那个圈，太可怕了那个圈，我早想叫闪跑。妈我知道自己家的，我看你叫闪现跳出那个圈，我要跑，你知道吗？在群里啊，在群里、啊、哎，李东也是小奶牛啊，真的光环真的太强，不想多说话。我打了上个人知道吗？我的炮车，像我这么全面的选手再也找不到了。硬骨头我们先照样跳，叫马光远，什么外星这么大，你看我现在清这个东西没有啊，硬骨头照样狠，啃他就行，跟着我啃就行。哇、哦，被发现了！哦，我想起来了，我只是问你一下，看你有没有记得，我就问你一下。欢迎金龙。我这波硬骨头啃得很舒服，我猜这个黑字一定是李东发的，一打五要黑化没死，李东一定是 要黑化的，没想到我猜那个黑字，我是看不到 ID 的，哎，一打五，我的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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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打五枚死，看见没？这波怎么说怎么说？看这个弟弟，哎，王向宇，我你妈也是对。我猜那是一定是移动。我操！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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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完了，我跟你讲。这个贴到脸上了，猜到了。我这你妈一个倾向踩了过去就死了，我操！手拉手一起飘，手拉手一起飘。我这你妈一个一二技能踩线，他妈突然一个点尾在我脸上，一刀就往脑门上砍，我操，直接死了。哦，没得秀。你就有管理了，管理了。大招没好，知道吧？不然他又死了。哎，又一个到一个房间我不要管理。一个房间的不要管理。对面的蓝，我们取之有道，好吧？拿了别人的东西，肯定要还给人家，是不？嗯，聊聊。我这你妈一个大招给我送到人家这边来，我瞎。有没有硬骨头？对，硬骨头啃他，弟弟舔他，我感觉我上去送，舔他，给我去送。对，这个红字就是你。哎，我会唱这首歌，这首歌我以前唱超厉害的。你们不是那个已经截过那个小鸡的那个图了吗？但是这是我以前会唱的，这个是我以前会唱的，以前会唱这首歌，但我现在忘记怎么唱了。你们想象一下就好了。笨蛋，想象一下好了。哎，哇，你早说要放大呀！我你妈，我一看到不放大，我赶紧回来了，我操！啊，劈你一刀！哎，中皇别怂，别怂，你越怂你越死。对对对，哎，怎么说的吗？哎，劝你一刀，哦，还是干，行，那就干。别跑，啊、我需要回个家，行不行？我需要回个家，行不行？队友四连抽盘，怎么说？不用皮吗？哦，小花花。我你妈一直在扛塔，最后一波扛不住啊！我在扛。哇，又有了，不容易啊！这把诸葛亮看你了吗？我捡漏，我的诸葛亮捡漏。大家好好看看这个伤害表，诸葛亮46.1%，怎么说？每一波实力打伤害，自己收割，不是队友打残了，那是大招，你看，我自己2T1大招秒杀对手。我真的忘记怎么唱了，以前我会唱，以前我看他不放大招，我操，以前我唱，我没看见他放大招，结果你们传回去的一瞬间他放大招，万一他没放大的，我们就不能输。我一看没放大招，我赶紧完了完了完了，快跑快跑，露娜四级了。一般有1米7以上的应该都有大长腿了，有1米7以上应该都是大长腿。哎，花哥也要抱大长腿啊！花哥也要抱大长腿啊！花哥你在想什么？花哥，嗯？我可神！啊，保护你，保护你！花哥来说了，我要蹂躏你。
A 选英雄了，我穿，玩点啥对吧？再来吧，干你娘！哎观众朋友可以把手借给我好不好？谢谢把刀，谢谢。他唱的是四 D 四 D 把刀。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再来一把50%输出，我们的伤害要在。八二是芒果。那我是什么？我是没有香蕉吧？我没看到。外面黄，里面白。什么歌哦？每个人都很可爱。我放天你归地，想你脸上这座城市人海里。啊！芒果，芒果，救命啊！哦，吓死我了！手上的心却亮不住。无敌无敌，这把我不先进场，我等收割。赢他，我要再野区蹲他的，再野区蹲他就行了呀。这把一滴血一，张良经验冲不过他，直接血一。哦，我又被主办打电话，我说。我不知道留下了，我来了，你说，完蛋了，完蛋了，不要这么好，还没必要，给我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方哥快解释。被小兵打死了怎么说，了解一下。我妈给我发了一个群里的每一个人过端午节，帅哥美女吃了开心，给我发了一个送礼。啊，别炸我，完了完了，快跑不跑要死。发了个直播的啊，谢谢王总。哎，董董，你的鼻子怎么变红色了，董董？董董，你的鼻子怎么变红色了？撸你的尖儿。少来。董董，你的鼻子怎么变红色了？哎，现在又没了，现在又没了。哦，晚上到，只有送礼物的时候才会变红色的，可不可以？怎么说？我发现了，现在。应该。欢迎新宝宝。表现又变回来了。送礼物变红色，有点害怕。对。欢迎。看不懂，我是一进，讲了，我要睡觉。贴在脸甩歪掉了，我擦！一打二，反杀一个，差点反杀两个，好吧？了解一下。对，一把切。
喝了几杯长的几段你却哭了。我没有睡着吧，想去安慰却不知啊，就是刚刚哎呀给截图了，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先马上到，是观赏一下我近两个月以来晋升的效果，然后就可以截图了。干嘛？我就打他一套。快跑！快跑！你们出来干他！啊跑！啊跑！跑跑跑！吓死我了！嘉宾你是哪里啊？谢谢。哎呦，两个人在转圈圈，我操！我操！嘉宾都是哪里啊？我看你一眼，我就给他就是这样。睁眼之前啊，你睁眼之前，一眼望你。别打！哎，我这段忘记在哪里来啊？我没睡过。哇，你完了你！哦。甚至于说，单杀了。哎，你个小太爷！哇，冰姐说，哎，打死个太爷，可以很强。可以奶我一下吗？我顶你个肺！哎，别秀我，别秀我，别秀我！哎，来！哎，别跑，别跑！让你别想走今天，我让你走了吗？真的是。我没有秀肌肉啊，就给截了一张图。看一下我这两个月的效果，就给截图了。我没有涉及到啊。睡了觉醒了。可以啊，来。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好不好，文明直播从我做起，文明直播从我做起。你的大招呢？睡了，谢谢观众，谢谢观众。你的大招呢？男上海都挺直睡的，我感觉。不敢笑，文明直播中我都给，文明直播中我都给。能不能干他？算了，六六九，太危险了，三个人。我卖啥？我卖了就回不来了，我怕死，怕回不去，怕忘记长城下的兄弟。我装核心装，装伤害装还没出来。为什么？因为南山是十级小奶牛啊，他是十级小奶牛啊。我感觉有机会。十级小奶牛就可以看到了。十级小奶牛，我被洗了，我靠！就我，我操！我
真的是二头肌群里有啊，你可以自己看啊，别催我，别催我，我走，好，哇，有点东西，来，哎，来呀，哦，再转一圈，怎么说？这个也是，我没有，没有这么多，十级小奶牛是可以看到那个，我操，你直接锤中了，那个名字的啊，你知道吧？二头肌，看我，光二头肌啊，群里有，我你妈都被他锤死了，你还不锤他？哎，你别放我照片，我跟你讲，懂吗？我跟你讲，过来，来我这里，来我这里，来我这里，那我揍你，啊！不要发我照片。好、啊，不会叫，不会叫，不然揍你，揍死你。别了，别动。死！你们动，你们动，对，你们动，你们动。没有起来，我真的是醉了。顶你个肺！真的是自己装，真的是自己装。你没动，你没动，你没动。你放心，董董的董董严实的呢。你们想从他那边获取东西？我的人头呢？我的人头呢？诱惑，哎，你们怎么诱惑的？你们怎么诱惑的？一只手操作。我很好奇你们怎么诱惑的。不要吃你！哎呀，给发现了，完了！哎，卡了，卡了！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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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卡了一下。你们怎么诱惑的？谢谢小可爱送的七彩冰棍，谢谢。秀吗？今天说了。前面好没有？走一下，走一下，好吧。哇，好卡！今天晚上真……我没来，我没来，我没来，直播真没来。不行啊，不行啊，害羞。往后拉一下可以吗？直播脱衣服不好吧？我没蓝了，我没蓝了，我这你妈跟你们打了两波团了。听无尽言是吗？我跟你讲，一个优秀的诸葛亮会蹲人，贴脸，草丛贴脸才是诸葛最厉害的地方。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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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蹲他们，直接秒杀他们。哎，那个腹肌不是那个有张照片吗？有个人发到那群里了，三年前的照片不是发过了吗？已经发过三年前的照片，私下脱掉，啊，私下脱掉，私下脱掉，啊，哎，这些东西私下脱掉好了，是吧？哎，不要录屏啊，直播，文明直播，文明直播，等下我给封号的，给封号的。你封号怎么办？干！让你走了。哎，露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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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三年前，哎，我三年前我又没有胖，我三年前的时候是70公斤。我现在69公斤，你觉得我会没有吗？我现在69公斤，三年前我70公斤。你也要啊？哎，领队，来秀一下腹肌，领队。我有机会，我来秀。哇。哇，董董你怎么这么胖？我先回去拿个蓝。董董你胖了。你别胖了，我不拿不过的。拉。去上路杀人吧，去上路吧。我想出去走一走。
哎，说实话吧，说实话，其实没有八块啊，其实没有八块，只有六块。我也不知道谁帮我说八块的不急。就坐，你那边太危险了。并只有六块，八块没有。下面两块练不出来的，很难练。下面两块练不出来的。有些人要练很久很久才会出现，有些人天生就有，那两块记录位置。跟我来。哎，这波有机会，这波我们绕后，过来，会输的。别射。怎么说？另外附近算了吗？好吧。四个，还有一个。你有点抢我人头的意思。八块分就很厉害了。我这波冲运送。你别！我绕屁股了。哎，五。哦，猴子，我错了，猴子，别冲我！我快跑！这下子叮！哇，我叫你跑过来跟我去干他们正面，你跟我说你要去偷塔。还好这波来了，我跟你讲，不然的话这波还一波不了。从我不见神力了。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那种变成大块头那种。老板，听不懂。大块头。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666，谢谢。那么就在这里学。我跟你讲，卖的真要饿了，太多就美人鱼的那个，讲美人鱼的那个叫谁？猪肉很吓人。那女的贼漂亮，那女主贼漂亮。哦。对。好像一个好像不叫蓝色大军团，就叫美人鱼什么的，就那个。你不懂。对，蓝色大海的传说。哎，你们就讲这个女的是个美人鱼。不是下水道的美人鱼，不是你还有这个不喜欢是什么鬼？这韩剧也挺好看的，叫 The K2。这个很久以前，这个女的也贼漂亮。我说你要去喝酒了吗？总，你要喝酒去吗？玩点啥是吧？来把露娜不？想看露娜不？想不想看露娜？有没有想看露娜的？露娜怎么说？对，主君的太阳。谢谢我的小粉丝。没有，不觉得爱情是一盘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路就散了。如果今天我只是个路人，安琪拉，你雇员会爱我吗？想玩把露娜，我先玩把露娜吧。真的是服了你们了，好吧？I服了 you。哇，你厉害，赶紧撤，完了，不要上我。皇后在哪里啊？皇后是什么地方？一首黑色的地方。皇后是什么地方？你去玩那个程咬金，真是可以。问弟弟要不要抢？皇后什么地方？你问弟弟。你说谁？鬼神，我鬼神，好吧。鬼神是吧？
你别乱讲，我是你别乱讲，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不要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哎，你们知道皇后吗？你们知道皇后？哇，这猴子伤害太爆炸了！猴子伤害太爆炸了！学一下技能，我跟你讲，我这英雄没玩过。嗯，好，我说实话，其实我知道，但我没去过。哎，笨蛋！其实我知道，但我没有去过。哎，笨蛋！大宝剑什么鬼？肯定打不过啊！他拿头打我。这石化有水分什么东西啊？哎，我等等，我去过皇后吗？我就问你，我去过吗？真的是，我去过皇后吗？他拿什么打我？啊？我没有去过皇后。他不是把蓝勾了？哎，再来一下，继续。这叫什么叫？这叫啥？烦死了，干你娘！哎，你不要黑我，我跟你讲啊，什么我一拉着你去，单杀，我去都没去过，看不懂。单杀，单杀。哎，管理禁言了，管理禁言了。小屁禁言了，小屁，小屁禁言了，错了，三杀，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没有，不要了，别来了，你少来，现在来来得及不？我冲上来了，哎，没事，哎，给我发言他们，哎，就他们，哎，行不行啊？不放了，我这么说。简单前每晚晚餐，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写俾你嘅呢一首情歌，除咗真实。小屁，禁言了，小屁。那个把那个 DJ 禁掉差不多了。阿妈都叫你做新抱，如果要评分会俾你。对啊，谁帮青青做的呢？我对你嘅好，今次病菌咁分布，同你喺埋一齐唔使变大个，一路咁开心又使乜揾翻个最初最多。谁把金钱赚了？没拿了，没拿了。哇，完了，搞错了，丢了。神他妈牛逼！我尼玛为了一个蓝网掉了一波线。我相信你什么？相信你什么？报什么对吧？哎，他们说的不一定真的呀，你们要相信我。我说的才是真的，我说的才是真的。蹦子。我直播到还有五十分钟，我怪了，我怪了，但是我没什么状态啊。我先说我没什么状态，可以打吗？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死掉了。对啊，你干嘛要把他推到我身边？哇！哎，再往上。你真的蠢得像蜘蛛。我跟你说，他就算要砍我，我还是没有去。把他推到我身边，他一个大招给我锁死。哎，皇后是酒吧是夜总会，不是直接飞到我身边。什么夜总会？不是酒吧。哎，我知道。皇后是。那他距离不够，你知道吗？搁酒的地方。距离是不够的，对对，但是你推一下他就够了。没毛病，搁酒的地方。不是。天理在人心啊。我大宝听不了，距离是你推过来的。
我不是，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大保健对不对啊？不是大保健。人家又在牵牵挂挂。哇，这一天天的费能，我又费了。还有没有五十分钟了？四十五分钟了。还有四五分钟。哇，我感觉要被跑。中线中线过来。哎，芊芊，你有没有去过后面？对，我们去好好干嘛？你们猜一下。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当作我对你表白吧。我又没来了，今天太废了。这一天要出上别的吗？你别骗我！我待了3年没去过一次，有点啊！别抢！哇，你完了！你就把你玩到了！变态！你变态在我的蓝 buff。文明直播从我做起，文明直播从我做起。我给你看一下。好。我你妈又没拿那块。文明直播从我做起啊。你这一个顶骗了我一个闪现。谢谢关注，谢谢关注。整体的操作。哎，为什么大头取消掉了？我自己不能动的吗？呜。什么？哎，不是我用了，是什么意思啊？我用了，用了大招以后不能弄的吗？你不知道吗？不是母胎单身吗？不是母胎单身什么？我说怎么一下就没了？我操！哦，九成九十再去掉。啊哇！哇，阴不到人啊！现在我操，很夸张。现在我说我怎么一开哦，这样开大突然就没了。哇，老哥，我想一个蓝 buff 干啥？你得打个招呼，林子，打个招呼。遇到了我，打个招呼。这都给你们发现了，太恐怖了。哎，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变不了啊，没来。哎，这个有点重。不要捶我，放过我。不是啊，不是啊，为什么我感觉每一把我们的阵容都没人吹啊？还没人解释一下母胎单身什么意思啊？你还跑什么东西啊？你们在开什么车啊？我怎么不明白？撞不撞？你们在开车吗？动的时候太……我怎么听不懂这个车？那你得要跟樱花说啊。这樱花不是节目里面听啊，我也觉得。哦。我听你这一场好像有点道理啊。哦，没看到没看到。哇，这樱花不细节。哎。要是给我的脚底下放个二级。
就不用担心我会被砸死。主要是能锤游戏的。哇哇！哇！我去摸手架，去摸手架。不要看视野呀、啊，哥。为啥我感觉我的视野每次滑啥地方东西都没有？砸死你的笨蛋！来不及呀、啊，我弄时间过了呀。本来这把想玩貂蝉的，你知道吧？不简单又不简单，哎呀，你们什么鬼啊？哇，厉害！啊、哦，不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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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冬天的离开。哇，你把我顶塔里，你很过分。月醒过来嗯，谢谢黄哥。哇，我刚还好，我就觉得那个是爆了。我觉得可以打。好疼啊，脑门这个比较。我觉得可以打。我觉得可以的，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我觉得可以的，要负责，要负责。我觉得可以的，好。向左向右。五，好，你完蛋了，跟你讲。五，我被查，不过打死了。我觉得我刚才那帮三个小时很难看出来，看不出来。这个是不是有电梯不多啊？是我的大招已经饥渴难耐了。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问题。还有几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你病，如果都赢的话就好。药石无灵了，你已经药石无灵了。怎么说是吧？我操，队友要了，来配合一波。哎，中路完了。我可能是被我自己砸死。别他走，别他走，全得死，全得死，全得死。我换一新宝宝。我被人绕后了，绕后你懂我意思吗？绕后。这个人的操作有问题，哦哟！这个人的操作有问题，我这么跟你讲。我操，这个有问题。那你出点魔抗吧。啊，要我劈我一刀。我觉得我要练点。你很过分，关羽。我们要 CD 太难受了。我没有 CD 的话，我一技能啊，我一技能特别的短，你知道吗？别顶我！一技能再顶再顶，特别的长，打死你！再顶我打死你！你们觉得这英雄要做血族吗？我觉得要做。路过。我觉得这英雄可能要做血族。能不能往前面站视野，兄弟？哇，这波很危险，这波怎么说？这波很危险，可以说是相当危险吧。对啊，我上面又掉了。哎，等等，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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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应该能打赢。
我许个大怪了，你没开大跑呀，哥。哇！哎，抢我河蟹，你抢我河蟹，啊？算了算了，放过你一把，下次再杀你。我这你妈就一个一，就一个二。神仙阵，神仙打架。怎么闻到你的心？什么东西又闻到你的心肝里面去了？我去！那就是。我要当把射手吧，看这些射手看我辣眼睛。哎，怎么是我辣眼睛？你讲清楚。我这么辣眼睛吗？我一个一级单杀，三级单杀，还要我怎么样？我一个王昭君三级单杀一个。抢我河蟹，抢我河蟹，我让你抢我河蟹，你知道吗？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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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就是那个英雄。你们可能猜不到，你们可能想不到，但是我偏偏谢谢光哥，谢谢光哥。Sorry， 先来一首《See You Again》可以吗？来，你唱一首，唱一首。啊！快跑快跑！你不唱我就演。啊！点彩灯彩灯彩灯！彩灯我才不要才不要！啊，这么快？我比你大吗？你今天都是网络了吗？我七零后的。录。好吧，录，马上录。六零后太老了。哎，我六零后太老了，我七零的，七零的。我不打野，我不会玩这个打野，我只会玩这个中单。你去打野，你打野。哦 okay， 这个抢我蟹又来了，我今天我真的想锤死他一次。我先换个进化，我前面的河蟹抢了，很过分。我怕对面针对我蓝 buff， 你知道吧？别让我。放手哥，喂，你自己跳过来，我不追你。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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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哎呀，吓你一下，吓死你！全肉就行。哎，我不去找他，自己来送他门来，我醉了，真是醉了。这把又是一把什么阵容呢？我一个人得去切对面所有后排，然后我们这边聊正面开始打，或者要么就我就跟着正面一起打。我觉得哪种好？我觉得看情况，优势我就自己去切，劣势我就跟着一起打成。这龙神每天那么厉害啊！完了！哎，等一下，队友跟不上。你们可能即将见到的是史上最菜，没人头呀，没人跑。我又来是吧，你的关羽？哎，我又来了。我又来了，关羽是吧？哎，全得死了。哎，你倒是 A 呀，笨蛋！哇，我伤害好高啊！哎，我哪来的吸血啊？我是什么符啊？我哪来的吸血啊？暴击几率45，暴击效果的。没有来往。
才到不得心应手，就是特定单位啊。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歌，写俾你嘅呢一首情歌，除咗真实想法以外，其他嘢唔多。最好味嘅唔使添油加醋，迟早一日我阿妈嚟做新抱。如果要订婚会俾你分数，我都唔想我知啊你。同你喺埋一齐唔使变大个，一路咁开心又使乜搵翻个最初最好。哦，对，批发的，批发的得啦，批发的得你哋噶。哎，别走啊，关羽来单挑啊！这男人之间的对决，看谁更猛，看谁更猛啊！哇，你很皮哎！哎，锤死你！反正打他，打他！哎，可以可以。啊，出个吸血，流血吧。嗯，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干！没有来，老哥。哎，我又大闪了。干！算了，咱给干架，咱给干架吧。我怎么全是助攻啊？我没蓝。这英雄叫钢铁猛男，铁血猛男。哦，操！五个蓝可以吗？我这样锤子他一直劈我。我准备想起飞一波，我想起飞一波，这个蓝。我去拿个红，我想现在怎么吃？我想飞一把。我看看。哎，这个狗有点歪啊！不，我想飞。钢铁猛男，了解一下。钢铁猛男，了解一下。哦，那就后羿心情我也不知道啊。又宰双 C。啊，不打，不敢打了，不敢打了，别打我了。不是秀没了，是必须断大跑啊！我是为了断大跑。放过，放过，放过！啊，别打我，别打我！哇、哦嗯！你说刚刚这一波我不断大跑，我怎么办？你看一下，我看不看我晕？借我一点。我没有做破甲弓。我得换装备。我先给打个他。为什么别人家的打野？哦，我一要去干他们中单，他弟弟在。不是，我们说好，你看人家打野，我一去干他们中单就在，我一越稍微有点越塔的动机，我就爽了，好吧？先搞得我打个中单。给我拿个红，给我拿个红。什么？红给我，红给我。
怕江山不是爱好，只是我的执念。中路集合还需要我重复几遍，可以说我但别嘲讽，这是我的底线。我这卡了一下，我突然早就啊，别打我，吼了一下，结果没有飞出来。放过我，放过我。好可爱呀、啊！没有感觉，太可爱了。大招过去以后，谢广告。玩这游戏啊？我没，哎，他这我没办法。哎，好，你完了，你完了。我、哦。啊！完了完了完了！再让我全出一半啊！啊！这应该开了。年轻啊！哇！拉拉打不过吧？没大到、啊，啊，守住守住，先撤一下，先撤一下，我们扫人扫人。对啊，守塔守守线守线守线，不要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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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波了，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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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怎么跑怎么跑。哎，两个兵，一个兵一个兵，哎，这感觉可以啊。啊，完了完了！给我复活甲线！哦，赶紧跑！上大跑！你我皆凡人。啊，站不住了！站不住了！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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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住了。两个刘备，哎，真的打不过你了，打不过，不会吧？谢谢关注，还好，打翻了，我没有办法啊，我刷，上面条我再拿个刘备稳一手是吧？雪念，这把没有翻盘，啊，又不演了，又不演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又不演了，又不完成挑战，日常开个，哎。又到了土，又到土粉时间，土粉时间，有没有要有没有人要被土了？土粉时间到了，还要怎么样？你打的是大巴，大巴，大巴那个是可以吗 ？Q Q 区有吗？有 Q Q 区吗？那是我永远的，永远。我们什么打什么？什么打什么？只有一个路难吗？匹配估计没人啊！谢谢。你要给我 PK 花木兰还是 PK 露娜？听说你花木兰很强啊。我玩到零级。微信，微信，我们微信没有号，微信没号，微信没有号。微信没有号，现在我是 QQ 区的 ，QQ 区号。凑不够四人的，没人吧应该。没服我也谢服，我也不用服，我也不用服，我也不用服。这个老师也没有。
大家都点火在公屏，谢谢黄哥。我看不到。啊，什么？好吧。谢谢颜芝芝弟弟的颜粉送的前奏。今天业绩人场吗？没事啊，场不场呗。男孩理由，谢谢。对，十级小奶牛是可以看到的。业绩不重要，什么是业绩？我不知道什么是业绩。女孩吧，我这立马尊严了，你尊严都死光了，你尊严都死光了。谢谢，不要吵了，不要吵。谢谢小 P 和主持送的期待之后，谢谢刀下素描送的甜妆。谢谢小爱伟的爱你哦，几号的话我给你看竞赛啊。谢谢，谢谢一公送的机票。谢谢雾霾送的泡泡，谢谢你是弟弟的颜粉送的泡泡，谢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竞赛我想想啊，投币泡泡，你泡泡。老板了，老板了，泡泡，谢谢观众，谢谢观众。哎，我还有五分钟，我还有五分钟解禁，可以打把一v一，涂个粉，今天只能涂一个粉下播了。涂粉有趣，涂粉有趣。时间不够了，没有，我四十七，我十一点下播，四十七分的话，十几分钟打不完啊。一打五可以啊，但是我竞赛的呀，我竞赛的呀，明天再打吧。明天再打。哇！我十一点准时下播的，十三分钟。我都被狗攻击。
我一般在家里故意有所以呢恶意慢慢所以呢所以呢所以呢就算了吧人家以为在家以为在家也在家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好 baby 千万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变都假使过去就没有再次举起一面谁的笑声但心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对话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有人还在这个地方在这里那歌叫学猫叫啊什么叫什么叫感谢你照顾总不在意我的难处总是加速升温达到可燃度那天我醉了并不是因为酒有今天晚上没有途径这么久的床上放下没有发现每个人生你感受到我悲哀心机你跟不来打打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我明天晚上再叫你们图一把，图一把下播了。图你们要一对五的话，一把图五个人的话，明天图吧，时间不够了。我们领导，我十分钟、十几分钟蹂躏不了五个人了。图签签，图签签。啊。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十分钟下播，现在去，等一下，不行，我哎，不行，先生大去，哎，我先生大哥，不好意思是吧？没有办法呀，还没下播呀，给不给我面子？哎，我是大哥水，给不给我面子？我是大哥水，还有潘玉林。给不给面子？走，然后下播再下播，对，现在，好，下播，哎，还有十分钟，你帮我今天下播怎么搞的？给他放着，下去吃个蛋糕，对。给不给？我要下去吃蛋糕了，我要下去吃蛋糕了，先不玩了，快点，拜拜，走吧，快点，别打了，快点，我给打，我打。他帮你打了，我两分，这两分，让陈晨帮你打，我来打，输了，快点，不会输的，我们输分，让陈晨帮你打，别打了，你看阿可都不打了，不打了，我挂机了，阿可都没打了，你看我挂机，我挂机，别扯，真的，走，千羽不给，千羽不给，别露面了，别露面了，我没露面，要出事儿。别露面了，要出事儿。没露面啊。走。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随着我成长，所以能背的从此不再漫长。还好你们俩，我觉得你像面临的一年奶油的产品，这是第三次奶油了，上次就是我已经三次去年。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宽容我的身体，厚重的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
啊，还没下播吗？你一点奶油直播啊？哎，十一点没啊？哎，还没？哎哎，我操！我去洗个脸先。哇！继续直播。不戴眼镜吗？可以不戴眼镜。我进恶魔里了，我的奶油进恶魔里了。不想吃，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五百步眼镜。那我就是不仅你长得危险，在这地方要是有人来，老子就露脸，老子用我的生命来威胁。哎，怎么又变王琼了？我一直走错，你知道吗？两百多怎么不行？哦，这个老师可以啊！两百多怎么不行？就身体挡他的那个。哦。这样，好吧。该大王去吧。阿哥不道歉啊！我四百度都不带你，四百度的话，几乎就是十米之外人眼不分，百米之外人畜不分。我跟大家一个反应。对，我女就看不起了。哇！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也感觉到了。是没看到人家大家，注意一个大环境。我一辈子都想买那条我卖的恐惧。我不会，那就随便玩去吧。哎，我给他们的，不要动我啊！我操！他妈这个身上我跟他拼了！我给你拼命了！我说什么？什么？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下播。看到了。对，等了一盆蛋糕下播，别的点上浮。不会，我睡过了。哦，小鱼送的警告，三分钟，谢谢你刚说的去打冰棍。不打冰棍，打冰棍，拜拜。你们先上，兄弟，你们先上，你们先上，还有一分钟。众人皆亡，我佛，我独佛的，我独佛。还有一分钟。哇，
特音嘛。下播了，再见，再见，拜拜。白云，哇，哥，你是哥，五。